小池还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不在了。你说他会不会把亲情和爱情混淆在一起了？现在需要好好想清楚的不是他，是你。你真的只是把他当家人吗？你等会儿去把顾池。江兰，相信我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但他还是离开了。我觉得和小池维持现在的关系，这样就很好。